就这样的啊、哦。今天妈只收一个，我卖了收一个。你问一下那个是不是香蕉？哎，不好问噶。不好问，我遇到代购的香蕉就是这样子，你说买这个东西有吃？花西瓜。不知道是不是香蕉？好吗？今天妈买。现在不能吃。啊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好嘛去！你买个是哪？一盒40，三盒1个。哦，那占一盒我就得了噻，你买就不是。目光你买个啥？不再占盒目光算了。太瘦了嘛，他就是。你占盒嘛，过去是啊，我一直说。哦，小心。你吃了一碗还够。那再讲个花西瓜。黄西瓜这个呢？哦，这个也是柚子。柚子。柚子。耶。一坨一星，榴莲高度了，你一盘啊？啊，是的，一盘不够吗？我那个是榴莲高的。等一下嘛，看什么？我拿给你啊。还有嘛不赢？哎呦，你真是心机！给我尝点，我撇点。他问你呢？马西哥，你们不是安倍联盟吗？龙族火焰吗？龙族火白色。看车，看车，看车，你等着。